摩托车在路口高速过弯，一连超了三辆汽车，大胆跨越双黄线，果不其然，完全来不及刹，迎面撞上对向的白色自小客，骑士整个人喷飞，在空中转了一圈，摔到前方大街上，一旁的民众也完全吓傻。但最惊恐的恐怕还是被撞的轿车驾驶，从车内角度一看，发现当时正准备过弯，车头一转，骑士就已经出现在面前，驾驶完全来不及反应，两辆车正面撞击，声音很大，嘣一声呢、啊，他整个凹进去，有一个后车镜飞到我们停电里面了。16号清晨6点多，汐止伯爵街上就很不平静，只因为这名21岁的林姓机车骑士前一晚和朋友喝酒狂欢到天亮，酒驾还敢上路，但夸张的是他根本没有驾照，他的酒测值高达0.41啊，那本分局依规定以公共危险移送法办啊，喝到酩酊大醉，还违规逆向超车，不止搞得自己满身伤，还得赔偿车主损失，难道这样值得吗？记者林俊峰、苏一欢，新北市报道。